中不准。欢迎我们的新潮工将军团，欢迎你们。现在来到我们庙前的呢，是我们的关平太子。我们不知道是给
阳嬷的前身特别有蘸酱的那个味道，有没有看到她的衣服那个蘸酱特别大片？哇，真的气势非凡。而且我们少数啊，在看庙会活动，一般的神将啊，我们手上会比较看到拿有武器的，就是刚刚看到的范谢将军。是，我们刚刚前面看了几组的范谢，前面几组的千金眼、顺风耳呢，都没有看到手上的拿武器。我们基隆旗杆从这边看到哇，他们手拿他们的武器啊，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比较少，就比较特别啊。是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对，我觉得在一场这样子镇灵板桥智慧宝岛的热闹活动当中呢，看到各宫庙的神将及每位人员啊精锐进出，能搬出来的宝都搬出来了，就是为了这一场热闹的盛事，把最好的一面呢展示给在现场的朋友观看。所以我们也要感谢这些友工对这个活动的支持。其实在这一场全台湾的妈祖盛事啊，我真的觉得说一场活动是靠大家的力量，每一间宫庙汇聚而成。早在一年多前开始筹备这场盛事，到今天哇，还就是还看到哇这些成果的演出，我会觉得说哇，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对，非常辛苦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很棒的成果，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信众、民众、观众，哇，都是络绎不绝，一直一直的涌进来。对啊。因为亲临现场看的气氛就是真的非常不一样。
欢迎我的铁狼们。